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。Hello， 我江江，今天骑的这台呢是暴君拉蒂亚斯，试试看它的性能怎么样啊？冲啊！哇，真的可以飞耶！哇，好可爱哦！哇，啊，这个模组啊有分蓝色跟粉红色的啊，我喜欢粉红色啊，因为我这个女角嘛，对不对？那要配合一下颜色喽。哦，看看哦。技能就跟暴君一模一样，哦哟，一团速，加速啊，加速！哎，可以低飞吗？哦，帅啊！哦，撞到了。我看到，我听说这边出现很多宝可梦，来看一下啊，椰蛋树，看到我就跑走了，不要跑，等我回来，要接你龟。转过来看我，撞到他了！啊，不要！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要走。我再看一下，还有这个黑刺海马，看起来好凶哦啊！他是要过来攻击我吗？一个慢慢走的椰蛋树，好可爱哦！哦。看一下这边，椰蛋树在晒日光浴啊！这里耶，还走路啊！它是喷火龙啦，我讲错了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哈，喷火龙居然躺在地上晒日光浴啦，好多只哦！哎，这是。这个是什么怪物啊？没看过他啊，好像是堡垒之夜里面的人物啊。这是什么怪啊？鱼人吗？后面还有拉链啊。哦，四只眼睛的、啊、不知道是什么怪物。OK， 喷火龙躺在地上。超疗愈的、啊。还有小火龙啊。没有种子。啊，他在瞪我了啦。我吵到他了。OK。很好嘛，你们。等一下，我们来抓他们哦。我先看一下附近要怎么抓啊。我尾巴翘得好高啊！就这样趴在地上啊！哇，这浮在空中的耶！我主做的好可爱。等一下，我的脸为什么看起来油油的？哎，他居然闪过了！哎呦，打他！打他，打他，呵啊！那可以丢吗？那可以丢了吗？不行，他冲过来了！哎，我的球掉了！啊，我的球，球球球球！哎呦，他居然还手了他，丢！啊，居然挣脱了！他血这么硬哦！啊，我的球少一颗，他居然跑走了！给我回来！给我回来！打这只，打他！吓跑了，踹！快点给我，不要走！他挂了、啊，糟糕！旁边是不是有个隐形的？是什么东西啊？在偷打我，还有脚印哎、欸，看不到他、啊，跑远一点看看啊！给你龟，喂、欸，挥空了来，喂、欸。我在打哪里啊、哦、我把他踢倒了。野地龟起来，不啊，翻过去 ，Come on， 站起来。哎呦，隐形的模组追着我打、欸，哎，这样不公平啊！打，跳过去，哎、欸，丢一下看看，抓。哎、欸，他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就是你啊，隐形的怪物。我去哪里？快点给我出来！母汤啊，母汤都追着我走了。哎、欸，你也闪过？不会吧？怎样？我是被通气吗？警察先生，快走！快走！都过来，都过来了。
不，我就是要打你，我要抓你啊，让我抓一下。哦哟喂呀，被把我绊倒了，是不是你？啊，是不是你？说，让开，踹你哦！啊，他血好厚哦，要怎么抓他啦？喂，哇，呀的，推你啊，走开啊！哈哈哈哈，这招最好玩了，扑过去，哎、欸，闪过了哈，嗯、啊，再来啊，再来，哎、欸，哇，哈哈哈哈，啊，警察来，警察来，警察来，警察啊，警察先生，不要抓我啊，我是在抓宝可梦啊，警察先生，不要追着我。宝可梦也追着我跑啊！不要闹了，追得很近哦，哦，在我后面拿枪举着我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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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，太可怕了啊！终于摆脱警察了，不要打我啦，我是要抓你。哎，警察又来，警察又来，警察来了！警察打他，打他！我是良好的市民啊，警察先生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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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你只臭乌龟，这里啊，他又过来了，警察先生，这里啊，警察先生不好意思啊，啊 ，OK， 那么这位先生，帮我打一下，不是你啦，警察先生打那只龟乌龟啊，可以抓一下警察吗？抓，他挣脱了啦，警察先生吓跑了，给我回来。给我回来！原来他跑得比我还快啊！放弃了，不追他了啦。好啦，圆圆龟，我们来 PK， 来抓我吧！你先。亮亮的是未知图腾是吗？晚上会发光哎、欸，喂、欸！哎呦，另外一边就没有啊。这边啊，哇，好亮！去死吧你！倒在地上可以抓吗？啊、不行啊，挂掉了不能抓。他只能抓火的，那跑过去好远，我们开车好不好？开车去抓他们，上车吗？不让你上车。哎呦哦，没关系，你龟壳很硬啊。来来来来，撸一下撸一下撸一下，撞一下撞过去撞过去。哎、欸，这样子这样子应该比较好抓吧？来抓哪一个？先把他打晕哦呵呵。小火龙来了啊，追着我走啦。小火龙来来，他太矮了，我打不到他。哎呦，他会踹啊，他用踹的。来啊，在这里，我先去踢啊！他怎么不堪一击啊？踢一下就倒了，撞你！OK， 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我现在拿了一把散弹枪哦，他的血好像很厚哦，我觉得试试看。哦，两发就挂了，圣诞树怎么挂、啊？这椰蛋树好好烂哦！快龙被我吓跑了，不是，喷火龙被我吓跑了。等我一下，椰蛋树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等我，呼啊，让我挥一下，呼啊，射一下，射一下，好，让我抓一下哦，来，溜，是。哎、欸，有抓到吗？哎、欸，抓到了耶！抓到椰蛋树了，把他叫出来，攻击他，就攻击他！来来来，我有两个伙伴，一个是鱼人，一个是椰蛋树，快支援一下，支援一下，快！打未知图腾，他在追着我跑，打他，打他！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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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打他，打他！踹他，踹他！他刚好摔在地上，快点，踹他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在偷打我？啊！鱼人过来，鱼人过来，打他！快快！踹！打！踢！啊！围殴他！快点！围殴他！快点！踹你！怎么样？你血很厚，对不对？闪过哦！啊！干嘛？哎！啊！喂！哇！到底有多少血啊？哎呦，踢倒了！
很趴了、啊。哎呦，都过来了，都过来了 ，Come on， 快出来！啊，喷火龙被我打倒了，啊，才打一下而已啊，那么弱啊！他倒了他。等一下，我要抓新宠宠物的话，是不是要先把宠物里面的宠物干掉？那我们是不是要先让他们自相残杀一下？这样子，我要找一下，找谁丢一下？打他！喂，打他！啊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！哦呦，两颗圣诞，两颗椰蛋树在对打，快点，快点！我想看他们 PK 一下，哈哈，好可爱 ！PK， 哇，什么？快点，快点爬起来，快点爬起来！喂，我要过来啊！你要被打倒了啊！我的椰蛋树倒了啦！这样子我多一颗球嘛，对不对？多一颗球，多一颗球丢啊！他也挂了，不行啊！那我先把球捡起来，叫我多一颗球啊！来去抓那个喷火龙好了，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去找一下喷火龙。这有椰蛋树啊，是不是要先抓一下？刚才倒了一只啊！我刚跳过他的尾巴，还好啊！来，不要走！过来，让我打一下，不要走！来，让我丢！我丢！哎呀，他跑走了！我们来抓喷火龙！别！回空了！哎呀，他跑走了！给我回来！给我回来！回不到啊！丢看看！这样我撞，他跑走了啊！我又少一颗球啦！搞什么啦？没有球可以捡了啦！我们开一下这个，飞呀，冲啊！飞好快啊！飞呀，冲啊！冲啊！飞哦！不要怕！我把你勾上天 ！Oh my goodness！ 哇，可以发射子弹！对，冲啊！冲到垃圾桶 ！OK， 我们来试试看他这只能不能潜水一下？撞的哇，那头前面都是红红的番茄酱，他可以潜水吗？他可以浮在上面啊！两只在游泳，好酷哦！啊，椰蛋树在游泳，哈哈，扫射，得，哈哈，对，它可以潜水嘛？试试看。先绕一下圈圈。哇，潜水，哇，哈哈，这才不能潜水啊，沉下去了啦，哈哈。OK， 那如果你喜欢这影片呢，帮我按个赞啊！想要看更多宝可梦呢，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啊！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